抓包杨锦华偷吃怀秋，依旧情复燃。公鸡啼，小鸟叫，太阳出来了。笑了几天，雨太阳终于露脸。苹果狗仔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。杨锦华吗？是杨锦华，赌上狗仔的名誉。可我觉得不像哎。是啦，别吵了，是杨锦华没错啦。他昨天现身东区是寿喜烧，身旁居然有男人作陪。哎呀，没根基，瞧瞧怎么对得起广大观众啊？啊，竟然是杨锦华前男友怀秋。哎呀，这对相差5岁的姐弟恋不是被周刊爆料脆了吗？分手后生活各自精彩，但上周杨锦华出席活动被问到单身，语带玄机。那会不会担心自己的爱情现在还找不到另外？不会，不会。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对的地方出现，对的地方出现。这对的人指的该不会就是怀秋吧？杨锦华跟怀秋并肩贼子会，跟有人吃寿喜烧，还不约而同戴起白毛帽配黑帽，很有情侣 feel。恭喜和好，哇，笑得好开心。他们发现被狗仔盯上后，我不见。杨锦华率先表演人间蒸发，留下怀秋在窗边探头探脑。后连怀秋都把自己变不见，把朋友原地丢包啦。听过了新闻，挡箭牌总是寂寞的，报道。